最快要播出的就是之前杀青的天涯客了，应该明年就会年初就会跟大家见面，然后也马上要进组拍戏了。就这样爱着你，每一秒都珍惜，希望你也笃定住进彼此生命，曾经走过的一点一滴，换一句我愿意。星梦的尽头是你的温柔呼吸，轻轻落在我的发际，世界变得沉寂。就这样爱着你，每一秒都珍惜，希望你也笃定。 Think I wanna kiss you. 我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10月31号，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，是 S10，然后就是众所周知的英雄联盟世界赛，然后决赛的一天，大家也都知道呢，我这个人是算是一个电竞迷，然后正好我们的 LPL 中国的战队也进入了决赛，所以呢。我想录一条 vlog， 然后纪念一下我今天一天观赛的心情。大家就跟着我一起走吧。外滩。全体召唤师请注意，2020英雄联盟选手总决赛开幕式将于半小时后开始，请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入场，对号入座，共享冠军之夜。收的就跟一个大商场一样。哇，豪华！没见过世面的人。洗手间呢？这。哇。
四是四，十是十，十四是十四，四十是四十。各位同学们有没有发现，不说话现在变得有点大舌头了？那是因为今天是我箍牙的第二天。唉，箍完牙之后，我整个人的人生仿佛失去了色彩，我裂开了。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苹果，然而我却没有办法好好品尝它，因为我咬不动，我根本咬不动。然后先发音，我先发音，我说自己自己自自己自己说这种，反正就应该是底舌音的时候，根本就说不清楚。然后昨天我问了我的医生，医生说让我好好适应一个多星期之后应该就 OK 了。好的，我就给各位同学报备一下吧。这段时间如果发现我说话非常的搞笑，请一定不要嘲笑我，我在很努力的适应。